Super Junior 相隔一年再度来马开唱，田字形的舞台让粉丝与偶像的距离更加贴近。热情的9500名粉丝一起挥舞蓝色荧光棒，让全场变成一片蓝海。再加上震耳欲聋的尖叫声浪，场面非常壮观。长达3小时又10分钟的 Super Junior 2010亚洲巡回大满演唱会 Super Show 3，由利特、希澈、东海、始源、圭贤、神童、盛敏、医生、银赫及立旭各展才华。韩国超人气偶像团体 Super Junior 这回来马开唱，不卖肉色，而是靠歌舞调皮随性的舞台魅力，掀动全场粉丝疯狂的心。他们大秀语言能力，整晚的甜言蜜语逗得歌迷失控呐喊，尖叫声停不住。演唱会的内容与上一次大同小异，但依然能掀动全场粉丝的情绪。从开场到结束，全场粉丝几乎喊疯了，呐喊尖叫声不断，震破耳膜。